好了，东方人行剧要接近尾声了，晚上呢来把四大天王打一打喽。目前的阵容都是六十级左右，悠悠子、永仪啊、悠悠子、蓝、四季英姬、小炎魔、萨奈、早苗。四大属性，最后就是雷米利亚。好，就靠这边来打啦，开始打喽！四大天王，记录个纳兹，冰属性，先让早苗打头阵好了。谢谢，哇靠，等级好高哦！哎，还有，意料之外的等级。你搞笑，那你下冰雹干什么？奇鲁诺，冰属性，用火或许可以。继续，哎，完全把我的后路断绝了呢。嘎的，是摸摸型的，要把它摸死的，麻烦。哦，告环，世界环，
客房越来越高，有点麻烦。亏是四天网站，果然够好玩。哎，竟然是去克他的，可恶！哎，奇怪，他不是冰系吗？为什么用火打不痛呢？还是说有另外一个属性就是阻挡了我？命中，哎。啊，他有大地属性。还是怎样呢？对，是大地属性。哇靠，好不痛哦。真的是挺难搞的哦。啊？为什么会睡着？还好东西够多。哦，有用哈欠。这种等级相近的战斗真的超好玩的。哎呦，这样特别的紧张感。我看你是要补血咯。哎，竟然没有补了。麦五五是谁？啊，对哦，有查理。哇塞，他好像有那个飞行器。都这么喜欢让人家睡觉了，好烦呢。应该是妖精系的，哇塞，刚好阴阳又不同，暗阴阳，炫。哦，好痛啊。周防子。
悠悠子来。我不客气了，这克林属性打下去就对了。哦呦呦呦呦呦，快差一点。哦。啊！不要回复啊！打他 ，shit！ 来个暴击吧！可恶，还是差一点点。啊，错塞！呀，第一次打骨头，可惜吧嘛。感觉像就是物理属性点到最满那一种，所以跟他来个激烈碰撞吧，物理对物理。没关系，我先增强我的能力，用飞臂战法。飞臂到底，一直提高力量，到最后一起把你揍死。哎、God， 给你一招，妈的！啊！我好不容易才囤积起来的攻击力和防御力，也拿来搞补了，这样是可以的吗？受不了，竟然在搞我！西卡。起杀喽！
啊啊！抓塞，痛死了！走，忽然就起飞了。萨拉，不知道是谁，就用找蓝鹰对抗就对了。看你手上那把火，你一定有火系哦。爆炸！还是没有？我靠，你超硬的！啊，着苗啊！我完全不知道你是谁，你可以不要这样搞我吗？天子地属性，我还记得。哦，又是一级了。哇塞！那之后的应该不会到70多级吧？这样我是要打屁了。你要等级忽然飙得太快了吧？全部都补，接下来的应该是完全用幽灵系，幽灵系用兽系来打。哎呦，路米亚，啊，超痛的，爽！这个字我不会念，你应该是暗黑的吧？暗黑的话用理系。
哎呀，又是差一点。解除混乱。我就知道你要补这個，麻烦，再来顶一次。欸，他这样有克服用，他这样有克服自己被克的那一种招式 ，Air Slash。真是强啊！帕路西，帕路西，帕路西，帕路西是什么性格嘞？用有一个来跟他挡好了。我记得好像有瘴气属性，果然没错。妖梦，钢加幽灵，好，大地还可以。哦，挺痛的吧？悠悠子，我也有一只哦，所以我一定知道它是什么，自然加幽灵。可是呢，要跟幽灵打呢，还是用手会比较好。释放死魂蝶的姿势。啊！不要水我！可恶，竟然还有剩饭！干什么嘞？耶！接下来就剩下阿杜了，然后呢，再做又要跟莲子打了。还剩两只，阿杜哦，用友谊来顶一下好了。虽然说感觉上他可能会用个有飞行系的那些。来看他用哪些，大家就知道这一版的快龙大概是长，大概是用成什么角色了。The Dragon Trainer 还是一样龙石啊，是你还是会用龙属性的吗 ？No， 你音乐没有特别改。
哦，居然是紫，那我不客气了。嗯，还用这一招是要干什么呢？我觉得有危险，先把它震死好了。局里谁呀？反正先撑我的防御力就对了。然后没关系，你撑你的特防，我撑我的防御。先试探看，没用。哦，黑夜诅咒，看他果然有浮游属性。好吧，那我要继续升一下。还好破坏时光，破坏时光是属于物理性的，所以还好。诶，为什么？或者他破坏时光没有被冻结？你这个是个靠北哦。照理说破坏时光应该有一回合充电时间才对啊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奇怪嘞，这样不太厚道哦。我知道你也要补血，我也要补一下。奇怪嘞，这设定有点奇怪哦。最后一发爆裂拳，死去。幽玄魔眼。哎，你不是神兽吗？哇操嘞！原来他现在把神兽都用过来了，太靠北了吧？这家伙在实况的时候，我没有去对他使用过，因为他是取代机动的位置那一只，所以说他这只完全都是用神兽来嘛。哇靠，太靠北了哦。啊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的力量已经升级过了，那你没什么面子。啊，神兽嘛，还是一样一发倒了。萨利埃尔，谁呢？不知道，震下去就对了。
啊，还没得到球诶！你俩现在是抓根啊？ 莫名其妙就出现一大堆怪物，我靠嘞，竟然是梦幻，那么竟然是超猛啊！忽然就出现一堆怪物级了。 那我们这几个用普通不就白痴？真是的。好了，补一下，要以全满的姿态来跟他打，这是我的敬意。 空气爆炸不太够用，好 ，OK， 那结果就靠几只而已，就打到这边了。决斗，来吧，练将。 竟然是唱歌的，这也太炫炮了吧！ 孟子，哈特利那个孟子啊，<笑>不知道是谁，感觉也是刚系的。 哎呦，你们都会跳镜。
痛死了，这绝对死。我就知道，刚才胜过劲舞兵超强的钢系梦属性。有梦属性的都可以，要让谁去呢？看来就是泳衣了。帕丘，帕丘利，李系啊，李系的话，幽灵系或暗黑系。比较好的应该是幽灵系，先让你晕一下。痛啊！我还有夜属性呢、啊。啊！不要，不要死啊！悠悠子 ，fuck！ 爱丽丝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哦，你改变进化形态了，太过分了！或者他们都可以改变进化形态，我就不行。迪利，我知道他等一下一定会补血。竟然是神奇啊！呵，熊派派呢？魔界之王，而且完全不知道他的属性是什么。摇一下，竟然是摇属性，兽属性可以打。哦，好痛！小声攻击。玛丽莎，风属性，很克风的是地，可是最怕就是他如果有非浮游属性的话就糟了。哦，这只没有 ，OK。再见了。岩石加农炮，哦，好强！
啊，我想把精力换掉。可恶！好吧，巨大化，再见了。哎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应激都没上场过了，一个来混分的。片尾有改耶，
Endo。身体全都会不见的。总而言之呢，全国图鉴开通喽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之前看到的那些前面有什么 A 啊 T 啊那些的，都是全国图鉴的。你看着后面这边。对没看过的人，雪舞，提露娜。哇，好大只啊！超大只的，噔噔噔噔噔，也就是说可以用这些来进化喽。我先记录个，让你们看一下，让罗英进化好了。就会进化成另外一种样子。这招反而比较有用。就像这样会进化成不同的。对，就是这一套，我最喜欢这套服装了。也是大地跟梦哦。反正一个人的话可以有两种。技巧之星，看一下早苗的。
蛇形态，还可以进化成力量的，看一下，哎，变神到很自然了。 看看用成力量会叫什么？啊，get up get up。 神刀和水，哦，所以它几乎很多属性都可以并了。好，先回到原本样子。好了，总而言之呢，大概东方人群就我们先玩到这里了，因为后面其他就只是纯粹收集人形而已。那些呢，大家有想要我看的话，自己到网络上找应该就很多了。所以呢，目前呢，我们东方人群剧呢，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。 那下一次要玩的应该那款游戏叫，无限世界 ，Mega Source，反正下次看就知道了。<笑>总而言之，那今天呢就先开到这里了，感谢收看，再见，东方人戏剧就在这里告一段落了，再见。